今天我堂哥在电源吃重庆火锅，挑战这个毛肚吃到饱，看能花多少钱。先点一个试盘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真正实现毛肚自由，吃毛肚跟吃面条一样。五斤油一斤料。啊，五斤油一斤料，这也是特色。对，大部分都是。来个，今天我点个爆辣的，辣到爽。欠点十盘，这5盘的是千层肚，这5盘的是脆毛肚。看看，可有食欲。5斤牛油，1斤底料，是他家的特色。今天吃的奢侈啊，试试。 七上八下，讲这个就20秒，好了，看看，哇，辣，好辣，他家这个锅底有种厚重的感觉，超好吃，超辣，过瘾，正宗的老重庆味道。 啊，看看，1片、2片、3片、4、5片飞入锅中看不见。讲这个只要10分钟，10秒10分钟的，吃的让贼都麻掉了。来喽！ 7、8片都给捞出来，炒一下，这叫脆肚、脆毛肚。不又辣又烫，吃完了，冒醉了，咱们辣里走啊！ 太脆，太嫩，太弹了，味道超级棒。你看我酒都没喝，喝点这个，太美味了。哦呦，吃这个毛肚我们就跟时间赛跑，要过这个10几秒它就不脆了，3分多秒。 来吧，都给捞出来！你看看这个毛肚有多少？看这个颜色多漂亮！今天我们在地院真正实现毛肚自由，吃毛肚跟吃面条一样。啊！爆发！好了，我们刚才真抢赢了，这个毛肚真嫩。 爽滑嫩，这个一开始是不辣，这个越吃越辣。我是点的特辣呀，辣的火龙的，过瘾。这冬天吃这个绝对一级棒。这个毛肚太能吸辣了，过瘾。堂哥能吃也不得盖着，10盘毛肚还就剩几片了。其实再吃3盘你才能吃饱。 算了吧，我再吃碗蛋炒饭。老板，给我上碗蛋炒饭。用这个转当蛋炒饭，有点怀旧小时候的感觉。小铝盒子，咦，晶莹剔透。这玩意儿搞得好。来点小咸菜。这剩下的每片都是正品，今天吃个毛肚自由呀，465，亏了那3盘没点了，要点破产了。